赵燕子、董子苏、董半夏，我都已经领教过了。我看你是近墨者黑，都快跟他们一起变成小市民了。行，那就请你给小市民自由。我看你是铁了心了，别以为我没有杀手锏，你不说，自有人说。把这病啊治到底了，什么吃西药、喝中药、针灸，所有的治疗方法我都得用上。哎，潘夏，你想什么呢？我跟你说话呢。没想什么呀。我就知道，你肯定想你妹妹那些事儿呢。没有。这死丫头。肯定跟姓蓝那小子还没断呢，要不然艾佳呀也不会跑到医院来闹，还提什么兰博亲父亲那个事儿，啊？你说我怎么跟他们说呀？都是你那不省心的爹做的孽。妈，这件事啊你甭担心，不管怎么着我也得管到底，子苏不会出事。你呀，赶紧跟我扎完针去找他去，好好的教育教育他。就子苏那驴脾气啊，这艾佳一吓唬他，他不得出人命啊！行，你放心吧，我找他说去啊。来，兰博，叔，这件事情是真的，五哥他不会撒谎。你妈害死了我爸，五哥在我们家这么多年的阴影，就是这段杀父之仇。你们两家是世仇，还牵扯一条人命，杀父之仇，杀父之仇！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害怕了吗？你是不是后悔爱上我了？不，我不后悔，我永远都不后悔。不管我们的父母做过什么，我们都是无辜的。现在不是莎士比亚时代，我们爱的理直气壮。这样会害死我妈的。没关系，我去跟你妈妈说，他们当年的恩怨跟儿女无关。这样可以吗？对兰博而言，一切都有可能。我们现在就去病房，我们跟他说清楚。郑燕子，我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。回答你什么？啊！我该回答你什么？你别想赖，石大仓都告诉我了，他不只认识你，还认识兰博一家，你们家的家丑他都知道。石大仓，那就是个臭无赖、臭流氓。20年前敲诈我，现在还敲诈我。要不是董唯一跟那李黛玉啊，是乱搞男女关系死的，我怕丢人、怕张扬，我早就给他送监狱去了。我。乱搞男女关系，把人家丈夫都搞死了。没看出来啊，兰博他妈当年那么风流呢，现在还端一副专家的架子。原来他才是搞婚外恋的高手啊！你说什么呢？啊？你还表扬李黛玉啊？我是说，你们两家可真是门当户对，都遗传到下一代了。董子苏跟兰博就是遗传了他们父辈的风流德性。你别在这说了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无娘养，无娘教，你赶紧走吧。你别冲我吼啊！你要吼就吼那两个没有道德的去。难道你看着仇人家的儿子把你女儿拐跑了，你就不阻止？你说什么？他们俩还在一起呢？兰博说你跟他妈现在情同姐妹，都要当亲家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这事儿你得问兰博。那天你跟李志在下面走，他拿手机全拍下来了，还到处显摆，真无耻。你
你别想了，啊！我该回答你什么？你别想了，啊！秀秀，这不是作孽吗？啊！行了，你赶紧走吧。我不走，我还让董子苏滚蛋呢，是我的东西，谁都抢不走。我到最后一刻，我绝对不放手。 一会儿你进去，别又跟我妈吵起来。不会了，我早领教过你妈的厉害，可是医院没有她那些武器。别怕，该面对到了就不要逃避。我相信我能来，能化解几十年的恩怨。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赴汤蹈火都愿意。 来的真是时候啊，你都看到了，我不用再说了吧。你们两个，给我离远点儿！不，我不会跟他分开。我爱他，他妈是咱们家的仇人，你不想让你妈活了？不，我爱子苏，你们谁也别想分开我们。我们这还没分手呢，你就不要脸了。 不要脸的是我，是我勾引他的，我就是爱他，我还告诉你，只要你们一分手，我马上就嫁给他，下辈子我还嫁他，就算他下地狱我也会跟着去的。我不会让你下地狱的，我会给你天堂，属于我们俩的天堂，谁也别想破坏。这就是你的女儿，她有爹娘教吗？你证明给我看呀，子苏。 你听听，啊，人家都怎么说你？你把咱们家的脸都给丢尽了，你呀！我没有丢脸，爱就是爱，恨就是恨，我不想撒谎。妈，我不想成为你们仇恨中的牺牲品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好不好？好闺女，妈求你了啊！你赶紧跟他分开吧，妈这一辈子清白，不能让你们给毁了呀！ 妈，你别提你那些清白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说这些话。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你还总是陷在那个仇恨中不能自拔。好，要恨你自己恨，你别拉着我们陪吧。别以为你是妈，我们就得陪着你一起恨。你把你这半辈子都已经毁了，你现在还毁了我们这些当孩子的快乐和幸福，你都知道吗？ 南博，是他告诉我什么叫温暖，什么叫光明，也是他让我知道，这人要是有了爱，这路才能越走越宽。可要是只有仇恨的话，就只能钻到死胡同里。妈，你现在要是还不能从你的仇恨中走出来，那你就自个儿待在死胡同里吧。以后又再没有这个女儿了。好。 你可以不要你妈，但你不能不要命啊！啊，你这样会遭天谴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俩是亲爹爹，同父异母的亲爹爹。妈，你让我说完，我没说一句假话。咱们家。 本来好好的，都让李黛玉给毁了。当年，你爸把李黛玉的肚子给搞大了，我夜里去捉奸，老天爷都看不下眼了，报应他们。你爸当场就没命了，李黛玉就跑了。 我找了这么多年，我一寡妇，托儿带女的，仇人找到了，没想到这些情债却报应到我儿女的头上了。不可能的，哥，你快说呀！妈说的是假话，她为了猜测我们，拿着骗我的，你告诉我呀，你告诉我。
我没有骗你，这是真的。如果你非要和兰博在一块儿，那你们就是乱伦。 子枫，子枫，子枫，你，对你，活着，医生。哎呀，这件事啊，哀家搞得我是心神不宁。真是倒霉呀，怎么连玉小人呢？兰博的身世就是个炸弹呢。清月，也许兰博的身世，我早就应该告诉他。算了，过去就过去了。 现在这件事情过不去啊！爸妈，赵燕子说了，兰博和董子苏是亲生姐弟，那他们在一起就是乱伦。这么说，兰博是我的，他是我的，他永远是我的。李晨，刚才哀家说。 乱了，这全都乱了。兰博和子苏，他们两个怎么可能是亲姐弟呢？都是我的错，这所有的惩罚应该都冲我来，不应该冲着两个孩子去。 说我们是亲姐弟啊？验血了吗？查 DNA 前前后后，我都跟你说了，啊。当年我认识你妈妈的时候，她已经怀你4个月了。后来，我们去了广州，你妈妈改名叫李治。后来，我们又去了美国。哎呀，我原来以为这一切将会带进坟墓的，可是没想到。 现在不得不告诉你，不，我不相信，你们都在骗我。兰博啊，我为什么要骗你呢？啊？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啊？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你，是因为我怕失去你。啊。好了。 我告诉你，兰博，妈妈全都告诉你。可是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不管你听到了什么，你要恨，就恨我一个人好了。你的爸爸，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他对你，比对自己亲生的儿子还要亲。 兰博，我求求你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。妈，你给我最后一线希望。你告诉我，我是我爸的亲生儿子。你说，你快点说。 不，不是。
知道这个现实很残酷，可是这毕竟是事实，你要接受。啊，兰博，兰博。休息啊！我看你是掉到钱眼里了，这次该轮到你给我钱了。呵，你还知道拿板了？那当然了，我已经知道兰博的亲生父亲是谁了，不用你这小人再敲诈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当然知道，我还有人证呢。谁？赵燕子跟董半夏，他们都已经承认了，兰博是董唯一的儿子。如果兰博是董唯一的儿子，那么他跟董子苏就是同父异母的亲姐弟，所以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在一起了。太有意思了！为什么？又姓董了、啊，姓什么没关系，有一点你可以记住，你身上流的血啊，永远都不会变。我看你心里不太舒服，想过来帮帮你。你要是觉得难过的话，你跟我姓好吧？我告诉你啊，别在这胡说八道。你信不信我揍你？好小子，真有劲儿，吃软好料。我告诉你，你敢姓什么？我姓冉。姓冉？那是一万块的。不能白让他姓了。子苏。
赵燕子跟董半夏，他们都已经承认了。赵燕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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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赵燕
喂，什么？我妈怎么了？好，我这就过来了。紫苏，紫苏。他现在没事了，您别着急了啊！快带我去看看。哎，好。哎呦，我把这鞋给您穿好了再去啊。不用穿了。急诊室来电话了，董子舒来没来病房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他不见了。不见了？对呀。不见了。哎哎，董子，快快让他躺下，你去找医生。好好的。你在哪儿啊？我的心都快打碎了。到底在哪儿啊？哎，紫苏，要不我回去买一个古龙加强版，咱们天天在电脑上玩。哎，不对，海城好像有一个大玩家游戏厅，要不咱们去现场玩，再打他一个大满贯。你在哪儿？对。需要发泄，肯定在。宣布一件事情，我爱上了一个圣女，不是圣下的圣，是神圣的圣，因为她用中国的针灸扎住了我爱的穴位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，Aaron Man 爱上了 Aaron Girl。怎么办呢？兰博他跑了，他不肯原谅我，他根本就不能接受这个事实。是啊，太突然了，换了谁都会崩溃的。青远，该来的迟早要来的。
这一天我早就料到了。喂，是我啊，我是兰博的母亲。什么？他被抓到派出所去了？ 血压下得这么高，太危险了。哟，那怎么办呢？喂，啊，我是。哦，啊，对对。好，那我马上就去派出所。那个，我现在吧有点急事儿，我得出去一下。我妈这儿。 您能不先帮我照顾一下？不是，这边您得有家属啊。对。终于来电话了，这是无声的噪料，我胜利。 干嘛接电话呀？我就是不接，我急死你！你还知道你有老婆啊？田野，喂，丹夏。天明，你现在能马上到医院来一下吗？我得去派出所接子苏，可我妈身边不能没人照顾啊。 现在能来医院照顾一下我妈吗？啊！又让我去医院呀！我就知道你得把我招之即来。等我到了医院，你妈妈见到我，结果还是挥之即去。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我不去。真是把我当保姆了，我敢去吗？我到了医院就得把我轰出来，还得被离婚一次，就是不去。 这是最后一次啊！等我到了医院，你妈把我轰出来，我可不管。不会不会，我妈哪会那么说呀？行行，那你马上过来啊。哎，你好，那个我爱人一会儿过来，我现在去一下，我妈这儿您帮我先照顾一下，好不好？行吧，谢谢啊。没事。 不想见到他，啊，半夏，半夏，怎么，还真有人死皮赖脸的非给人当爸的？ 你出去！我凭什么出去？你欠我的，还没给呢。你真是个无赖呀！不要欺人太甚！哼哼，我无赖，我再无赖也无赖不过你老婆李黛玉。我听说你儿子又姓董了。 你老婆李黛玉，他妈到底有几个男人？你混蛋，滚！你别发火，我这是为你出口气。你要是不给我10000块钱，我就把李治的事儿全抖出去。记住，这可不是勾引别人的男人那么简单。到时候，李治得死，就是您老人家，也别想在这里待下去。你出去！我不出去，怎么办？
我报警！你报啊！到时候全医院都知道蓝本不是你的儿子。你这个卑鄙的小人！我卑鄙怎么了？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啊！告诉你，离题眼了，我把所有的事都捅出去。你不但要戴绿帽子，你们全家都得滚蛋！ 没打着我，你没打着我，你到底要敲诈到什么时候？啊！我要求不高，我要求不高，10000块，给钱。你那不有钱吗？好，拿着钱，你走。我把我惹急了，我饶不了你，我不跟你进去啊！我不跟你进去。 刚才在派出所门口，你和兰博说那个话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我们说游戏的事儿。从今往后，兰博必须从你的生活中消失，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。已经消失了，他走到头了，我们也走到头了。 你别这么说好吗？兰博不是你生活的全部啊！你还有我们，还有妈，还有咱们这个家呢。我妈爱你啊！哥知道你心里很苦，咬咬牙闯过去。我和妈不能没有你，知道吗？振作点儿。 跟我回病房，妈为了你的事儿，血压都升高了，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着呢。啊，走。哥，我想回家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，安静一下。行，我送你回去。你去看着妈吧，别让妈担心了。 你行吗？
回家睡一觉，别多想啊。我不见老爸，我谁也不想见。兰博，妈妈知道你一时无法原谅我，不能接受这个事实。就算是妈妈求您了，咱们现在就去见你爸爸，当着他的面，妈妈答应你，一定把这些年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你，好吗？我不想听，兰博，我什么都不想听。兰博，兰博，兰博。你的手怎么了？啊，没关系。兰博呢？人在哪儿呢？本来我把他从派出所接回来了。啊。想跟他好好的谈谈。啊。结果他一句话都听不进去就跑了。那他人呢？现在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，估计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吧。秦源，我心里面慌得厉害，七上八下的，我总感觉好像要出什么大事儿。没事没事，啊，一直没事，一切有我呢。你先给兰博打个电话，看看他人在哪儿。打。对。喂？什么？他从实验室拿走了一大瓶镇静剂。半夏就足够了。妈，甜蜜是我让他来的。刚才我不是去接紫苏了吗？您身边不能没人呢，是不是？我见了就上火。妈，你别老对我有偏见好不好啊？要不是给半夏救急，我也不来啊。那你还来？你这儿媳妇啊，就是不孝顺。我看你们俩这日子也别过了。哎呦，赶紧离了得了。您别急别急啊，这要离婚也得等您出了院再说呀，是不是啊？半夏。你可真是个骄纵亲啊！你什么都听你妈的。行，那你们过吧，我可不是刘兰芝，我成全你们。甜蜜，甜蜜，你真是个懦夫。甜蜜，甜蜜，你给我回来！惯他那臭毛病，你听他说的话，就是他纵容紫苏跟那小子在一起的。这要出了什么事儿？我得打到他们田家去，绝不饶他。你说你也是啊，你带他来干嘛呀？我跟你说，你这媳妇儿德行不好，你不知道啊？啊，自从他进咱们家门啊，就没做一件好事儿。你俩赶紧离了吧，别过了。兰博拿了一大瓶异丙酚，那可是要出人命的。你冷静点，冷静点，别着急啊。哎呀，
我知道到哪能找到兰博了，只要给董半夏打电话，叫他想法找到他妹妹，兰博肯定跟董子苏在一起。对对对，啊对呀对呀，那你快打，你快打，快给他们打。好的好的，那个电话号码就在我的手机里。啊。电话呀？谁呀？啊，你给谁打电话呢？在无痕的相依相偎中。